心情让人快乐了。家里是一阵阵的不朽黑色。我只想证明自己，现在这个社会没谁谁能看得起你。生活正在压力，那被我看作动力。混了好几年的我，仍然没有半点出息。感情上的建议，那被我看作经历。山盟海誓的爱情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想再失去，我继续努力。